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到义大，我们来访问一位我们会刊旅行社的刊总经理。他今天有引进我们那个泰国的一些业者来我们台湾参访，那我们现在请教他一下他那个参访的目的及他那个内容，然后我们请刊总。谢谢我们主持人。其实在台湾的观光旅游史来说泰国业者来台可以说这是这十年来首次那么庞大的一个标准，泰国专门办澳棒，就是出国的前二十大的旅行社的组团来台。那会有这一次的那个因缘际会，是在于我们身为南部的业者，我们经由这四五年来的数据发现，所有海外观光客几乎来的都是集中在北部进来，甚至于这两年所流行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虽然大举进来，但是实际上也是以集中在北部或环岛。那借由这一个的一个应该是说理念，身为南部业者的一员，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南部的好借由如何的方式把它推广出去，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泰国业者来台。那当然我后面还有大力支持，也是我们高雄市观光局以及我们高雄市那个观光协会的一个全体理监事说，就是说康总你去做吧，我们一定要来做这第一次。谢谢康总，真的是年轻有为啊，他对我们这个旅游业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还有伟大的抱负，他希望能够借这次的活动能够带动我们南部的观光业能够蓬勃发展，对我们的旅游业能够更进一层，让外国的业者还是甚至于中国大陆或是说东南亚各国能够到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南部地区能够好好的发展。那康总，你现在对这个除了这个这一次活动以外，那你是不是还有规划类似的活动未来？其实我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我们主持人特别了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数据上应该要有所了解，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抛砖引玉的动力。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像高雄市观光局所统计的，在这两年来海外观光客其实几乎大比例的集中是中国大陆来高雄，以及所谓我们自己国人的其他县市来到高雄，那来海外的第二个就日本观光客。那但是通常发现来高雄这边只是点到为止，那我也可以跟主持人跟各位观众说，我们可以来想想全世界的国际城市里面方圆100公里哪一个城市它有港海河山以及文创文化的。我相信我们把常出国的各位去了解高雄绝对可以生死殊荣，只是说没办法推广出去。对，所以我们在此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邀请泰国业者来，我们下一步也希望进而他因为泰国的市场而去感染的一样是东南亚这些市场。怎么说呢？因为泰国它是东协里面五国里面的经济体为主的老大哥，那他们经济起来了，相信越南以及那个相关的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种背包客比较多的，我觉得都有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那所以就是说像现在我们高雄市观光局我们那个许局长他也承诺了一件事情，明年的泰国旅展一定高雄市观光局评估是否大力去继续的更加推广这个。所以我还是这样子说了，这一次的活动我非常感谢，其实有来自于像我们高雄观光协会、高雄市旅行工会以及我们相关交通部观光局派驻在泰国那边的大力协助。那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一次活动邀请来的36团员里面只有2位会讲中文，其他的只会泰语跟英语。那我也希望说借由今天的交流跟晚上的晚会让他们自己充分表达说原来南台湾的好在哪里，我相信他们今天晚上会非常开心的陈述出来。对，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那个会刊的总经理，谢谢。